cannot pick, cannot pick part。欢迎大家收看《乔林日志》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《乔林日志》。我们今天《乔林日志》来到新加坡的 Juro， 又来到新加坡 Juro 了。他在 Juro 的五楼，现在是免费开放哦。以前成人的话，一个人要5块钱。然后因为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是拿工作签证在这边新加坡工作，然后如果我们要回台湾的话，然后要 apply 跟公司 apply， 然后又要如果要回来新加坡的话，又要跟 MON 移民局新加坡移民局 apply， 所以我们现在等于就是可能不会选择出国，就是还会待在新加坡。这次疫情武汉 virus 的关系，对，那我们今天来这里呢是跟朋友来，然后这边五楼呢现在因为旅客很少，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几乎都是没有人，对，那我们今天来这里玩。拿一个叶子，枯叶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活的 ，Oh my god！ 蝴蝶的毛毛虫，拜拜。
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。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